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名人钟表，我是 Betty。 我今天向大家介绍一只百达翡丽的女表，型号是7200200阿龙，玫瑰金表壳，配上乳白色立纹表盘和金色立体字块。表盘直径是 34.6 毫米，厚度只有 7.37 毫米，表壳镶有142颗共约 1.08 克拉钻石，五角扣镶有26颗0.18克拉钻石。这块腕表采用独一无二的新型钻石镶嵌技术，该技术被形象地称为火光镶嵌。由此打造而成的腕表魅力超凡，尽显女性的柔美气质。透过蓝宝石水晶透明底盖，可以欣赏到超薄机动上斜机芯的运转，配上闪亮紫色鳄鱼皮表带，令整个手表更加高贵典雅。如果大家对这个表有兴趣，可以来名人钟表。我是 Betty， 谢谢大家收看。